又起来了，哦，都跑过来了，跑过来跑了两个，红装的跑了两个，红装的倒一个，红装的倒一个，一两个，红装红装老就跑过去两个，反正王龙有一个，我就跳下去了，嗯，这个是倒在红装的外面反坡，王龙都打倒了，嗯，对，我这还有一个是不是王龙？没救，就你那边最后一个了吧，王哥，对吧？就我们前面，就我们前面不是。 我前面不是跑到一半嘛，有个人被我们打回去了吗？可能就活到那个了吧。把云哦不，哦，那就是这个地方，那个武器库那边最后一个。如果只有一队的，就一个，坡上吗？防区吧。又坡上，又王哥遇到另外那救人。一定要在防区啊。 对啊，防区啊！牛逼，挨打挨打，阿威啊，防区！对啊，我的两倍阿威打一个好像。对啊，那边被我打了。哎，有人又爬上来没？好一个，能补吗？能补吗？不是圈，王哥，他爬出来。 后面碰上有人了，哎，我操，我傻逼了，能救，我在脸上打包被打死了，打枪头，倒一个。 哎呦，我操！我原地爆枪头，给我续个烟，给我续个烟，这可能要算了。我有烟，我有烟，我爆，去帮忙那张子吧。那边还有一个，看不到。烟了吧？走啊走啊走啊！嗯，牛牛牛。 又跑了，你们那网又跑了，啊，他跑到后面那个坡去了，嗯，我看了那个，我看了个那个，我操，我脸上吗？喂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头又被枪了一枪，我打了好，可能是王哥前面打死那个人的队友，你说那个人已经跑到那边去了，听完这个开枪应该是那个人，换枪头。 别接！哇，这个人没头了。嗯，没头的，这个地方。我坏。